我就说了吧，偶尔吃一点甜的，心情会好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回事？嗯？没事啊。你骗不了我。我今天从婚纱店里着急忙慌的跑了，对不起啊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形式，理解。结婚是我们的人生大事，我太敷衍了。不止这些吧？校博会的项目，华生也在竞争，我们有可能会变成竞争对手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这个项目是陆克里在负责，他下午就是跟我说晚上要视频开会，所以我就着急，我就一个劲儿给你打电话催你。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是在校博会的现场。知道。听到电话里你身边的人在说话了，所以你心不在焉提前离开就是因为这个？是也可能不是吧。哎，反正我就是对准备婚礼那些事情不感兴趣，然后我也不应该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生活中来影响我们的心情。哇，我就觉得有点烦，所有的事情都混在一起了，就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开心，真的，我特别喜欢你冲我发脾气。你终于不再把所有的事情跟我分得特别清楚了。所以啊，以后你发的脾气我都接受，好吗？这样吧，嗯，我们约法三章。下班之后绝对不聊工作的事情。嗯。也不把工作中的不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感情中。拉钩，拉钩上吊，我答应你。就这样。